有所有的菩萨们，大家好，先跟大家人道一个早年，拜个早年啦、一年一度啊，岁末祝福，这真的是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。感动的呢，看到了人人整齐，进出有秩序，所以我一直都感觉慈济团队啊很守规律，而且呢很有威仪啊，这不是呢舒服来也行哦，应该呢是平常的活动。的确我也时常看到我们有大爱台，所以呢你们的活动啊都会传回花莲，在大爱的荧幕上，全球慈济人都是呢在学习，学习台湾的慈济怎么做，所以呢我们人人啊都需要为天下人的典范呐、很感恩。怎么三十多年，今天在听的分享，也有三十年以上的菩萨，二十多年、十多年，总是呢代代代代相传，人人呐、从开始走入慈济，道心坚固，一直呢都是为社会人情在付出。听到和和互协啦，彼此赞叹啦，总是耳朵看啦，眼睛听啦，我没有说错哈，真正的用听的我就相信，用看的呢我就知道，真正的这一份和和互协，免我操心啦。大家人拢讲哦，师父卖操心，免烦恼，阮家己合伙合协，阮会做好好。我相信呐、很感恩，尤其是在新竹，高科技人不少，而且呢，资深的也都很多。总而言之呢，年纪比较大的，那这年轻的呢，要敬爱；年长的呢，真正的也要多勉励啦，期待慈济天下家庭来照顾好啦，一路走过来，真的都是感恩。咱主席现在已经呢跨过五十六，现在呢已经进入五十七了。那一天我看到了那种宇宙天空啦、那个设计哈，诸星堆啦，真的是很科技。噶慈济小行星，它就是让它飘在天空里，而且满天星光，那慈济人底下底下发光发亮啦。好庄严啊，看他开始在那飘啊飘啊，归纳到他的位置里去，很震撼。那宇宙乾坤在宇宙的内底里，乾坤那总是呢感恩慈济的
爱的互动啊，亲像今仔日，我同样也是在楼上，从早上到位啦。好，今仔日好冷哦，在路顶呢，雨是安尼伫咧落，那前途茫茫啦，都是雾。一台车伫咧开，最后人生啊，总是呢，环境是这样，我们人与人之间总是时间，日日要跟着时间过日子。那我们呢，天天都要活动，要向前走。今天我从桃园呐、一路南行向前走，总是呢看到雾气那样的重，下雨这样的下，总是看到底料那几台车，也有不少车超车而过，看因安尼一台闪过一台啦，替因紧张，嘛替咱紧张啦，总是呢，大家都是争先恐后，争先恐后啦，那这感觉人生感慨很多啦，要让。但是呢，爱被牛郎呢，也唔通给人冻着咯。这都是我们要很用心来告假。看到了很多那里资深菩萨，师父一直要甲大家讲，把握当下这个事。我逐天都对家己讲，把握当下。分秒不空过，总是呢。除了暗时的休息，要困的时啦，我先自我呼唤一下，万事放下啦，就是安心困啦。要那是要吃饭呢，我盘起来，那感恩啦，万事放下，吃专心吃就对啦。抱着感恩心，那走路的时啦，走一步，感恩一步，分寸感恩。尤其是我这当寸，很由不得自己啦。我一直呢，很期待，温温健健的，一步一步，一旦打得稳啦，那。辛苦听得定啦，步骤啦，会当步步稳踏，安尼稳稳的踏下去，稳稳的再向前走。我即马跟他要求是安尼啦，各位菩萨，大家人爱把握现在，恁现在的年龄，那咱拢真有福。大家人做主者，拢真主亲，所以呢，主亲，咱都爱搁在为慧命，人间的菩萨，那就是慧命，咱智慧的性命啦，也搁有偌长啊，啊，也咱造福的时间也搁有偌多啦，咱一定呢，对家己唔通轻视。世间未用的欠我一个，咱这个团体未用的欠咱的一脚步，所以呢，人人爱精进，唔通呢讲迷失了咱的心脑，咱的心啦，咱的脑啦，绝对唔通和无明。侵入咱的心脑来，所以咱好好顾好咱的心，必来这样的气候大变迁。要跟大家说，真正是师父担心
的未来啦，爱靠大家人啦，用爱呢去推动，那希望人人从睡梦中啦也觉醒起来。所以讲，请大家从凌晨开始的秒秒啦，来好好啊困，困好吧，安心困啦。透早起来，咱爱赶紧的准备咱该做的代志，公事啦、职务啦，处理好好，赶紧投入人间事哈。我们呐、啊，要为人间呐、啊、来付出哈、哦，时间爱把握啦。